怎么一直有人说没声音啊？真没声音还是假没声音啊？都回应主播了呀，这没声音的告诉他刷新一下啊，可能是你自己卡，刚才我们确实好像直播间断了一次网。操了，我腿真人打了，妈回一下弹幕，怎么我走到他脸上了？这就有点亏的喽，那可是一瓶50块钱的药。好厉呀！别让那些低能的人看见。浪费。你知道身为公主最难的是什么吗？一点也不难。血量越少，进一步挡，你没操作。看看周围，杀你的法子多的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没必要啊，他都去帮你了，兄弟。这永恒搞什么呢？ Shut down.哦、不是，这章鱼妈在干嘛？永恒是对面的呀，说错了。我知道他们的想法。哦，齐亚娜来了，她比她的九个姐姐厉害得多，不敢相信她不是女人。这波就是时机了，现在只多他四刀，哎，多他四刀其实还行，就是软币是吧？真的是有点梗，怎么还没死呢小兵？因为他这波带着 TP， 我也不知道他多久留，所以我们要着急抢这个线。我不是高傲，我是真理。似乎他还没回哦，我看到了，在哪里蹲着准备吃塔刀。真回了啊！真回了，我也回喽。操，真没回呀、啊！
我来看看，有谁能服侍我吗？呜呼 ！Surprise！ 跟我战斗！你还嫩着点。在野刀神面前玩男刀，这不好比穿背带裤不打篮球，苏中分穿背带裤，李谭没有丁真，一样夸张吗，兄弟？没必要。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，兄弟们，但我赌赢了。我操！哈哈。有点危险，明确去上。他带着跟谁组队吗？他有点危险啊，去上了。我说实话有点搞，我都好不容易杀他一次，你这送回去了，这就没意思了。这好恶心啊！不是，我们信号都点烂了呀，兄弟，你故意想打的？他就想仗着他这个英雄人多他越厉害，但他没大招，人再多他好像也就那样。核心是得有大招才可以啊。这个人头挺伤的。其实他斩下线刀，炮车没了，好像是他想要边消耗我边补炮车。跟他说一下，中单可能来了。啊，就不用了吗？怎么了？谁来了？这两个问号怎么了？他好像有闪的，他肯定要 W 闪 QRA 我，要注意兄弟们。果然有闪。中野全死，那杜城稳吃，可以，他们这个运营很好啊。韩服比较偏向于运营，直接去上，让上单去下，多注意这附近的眼。我操，就在我脸上！兄弟，我在看唯一的地方，我还好，还会按空格，兄弟。我要是注意，我只注意附近的眼，因为附近的眼小地图不出现的。那脸上都下来了，给我杀了，我就接受不了了。兄弟，我说兄弟，我太熟怎么说？听说你没闪。来吗？他没闪的倒是，我还有两千多兄弟，我想真的，我真的想回个家，但是他们好像要帮我。我的敌人们已经尽力了，
我没办法，兄弟，我很想拿水元素，但是我知道他要换我，我还是拿个草吧，我650。思考良久，好像这样会更合适一点。没事，帮我打个闪就行。这个有可能是辅助方的。 怎么 AD 都来了，对劲呀！交闪了，交闪了，有人交闪了，飞过去，装杀。谁呀？永恩兄弟破败的。哇，3600，我再吃一波上，哎。 我要做的事太多了，怎么办？我没有回家的机会啊！有了，回了，回了，回了！妈，12分钟存3700块，什么鬼啊？幽梦吧，这把。 算了，默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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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怕被拉扯，但是我现在有人买鞋了。这买不了鞋的话，想提节奏那再出。现在我这这么多钱，都买个鞋子不是轻轻松啊？这波上路。 最后一个平野我都以为死掉了，突然来个了盾。没地没闪。没地没闪，兄弟随便打。不敢相信他不是女王。 出意外应该有大，我这800我不能浪。难道在我附近过地势？伟大的帝国配上一位贤明的女王。 一批呢？谁啊？我去上路了，兄弟。这不我知道他们岩雀在哪。好台。 我被他抬了，兄弟们，这也太可惜了吧！哎，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！我不应该在，不应该传送下来了，把自己的操作空间变小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件，你看我这出装，知道我出啥不？夜之风刃，我没有夜之风刃，我切不进去啊！我到底是被抬到的，还是被他？ 一技能，我自己的位移技能给控了。说实话，我有点不清楚。如果他们想要崇拜我，我不会阻拦。大家有个闪就好了。
这永恒等级比我都高，什么鬼？如果天分也是一种元素，那我就多了一样武器。一心拉开。 W 再拉开，我操，还好我走位好，兄弟，老六啊这个人，我只能往里推，草原树没有的。哎，怎么还有个 AD？AD 呢？ 我看到麦迪来的呀，我以为这是你兄弟 ，AD 应该是看到画面不太好，所以他走。那个先锋是我们的，去吃，站过去，站过去，站贴墙。我不知道他这个吃到没有啊，这个。刚刚杀岩雀这个是 Q 闪 W E Q。 永恩其实还行，蓝刀的话，这几个翻墙他跑不了。说实话，王詹鱼妈的多多少少有点太毒瘤，这小子每次死的都挺，位置都挺对的。 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哎，我们中塔，干嘛呢？有狗。我并不冷血，选的只是要变更强。 他为什么这么玩要出这个装备啊？他这么玩，一直是一个人啊。郭靖子啊？我觉得他打不过。说的就是他，永恩。张鱼妈是你的挑战啊！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永恩打不过他。 等我个大，各位！哎，大龙直接打，蓝刀没挡，大树没挡。 打你们的！哎呀，死了！站得更近，应该就是谁的？这蓝肯定我拿呀！这 AD 在干嘛？ 你怎么还想吃我的蓝啊？红你吃，蓝也要，想太多。蓝刀应该在这儿，看到没有 ？Q， 隐身 ，AE， 刀子方。你玩什么英雄的，你就得知道什么英雄的一个角度。 他只能从那个角度出来，兄弟。这个酒桶没看到我的信号，应该是。
如果他看到了拿技能去顶一个飞在空中的男刀，他跑不了。他去顶这个永恩，其实我没想到。 全都得死啊！呼，极限！龙王来了！我操，刚才这一波好像在跳舞。如果他们 AD 最后也被我杀了，拿下自杀就好了。 这都让他跑了，死！再一次。